这死得好好的。站住！这么巧啊，又遇到了。哎哎，你干什么？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哎，痛痛痛痛！啊，南湛，开心哦！来啦！瞅瞅你们一个个的德行，就跟没睡醒的赖皮狗。江城，地震了。没有，就算倒霉一点被他杀死了，那也是被一个百年千年啊，不对不对，被一只万年大妖兽所杀，传出也不丢人，对不对？也罢，要是能换家里的安宁，一只手就一只手。安宁，大不了老子今后练左手剑。什么？魏无羡，蓝忘机，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跟我过不去是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当真以为我不会反抗吗？泽无君怎么有空来云梦了？不急的话，上来喝一杯。我曾经把你当作我毕生知己，现在仍是。